大家好，我是李元庆。嗨，我是李文 Coco。嗨。啊，今天很高兴能和 Coco 在这么盛大的音乐盛会担任颁奖嘉宾，很荣幸。哦，谢谢，我也觉得特别的高兴，可以跟一个这么帅的男孩跟我一起来颁这个奖。那其实呢，我觉得特别有意义，就是一直这么多年来都是好像是人家颁奖给我，这是我第一次颁这么大的奖给别人，感觉是好有意义。我觉得对啊，科科你知道吗，在内地您很红哦，所以今天看到很多的歌迷也特别的兴奋，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出专辑了，希望很快有机会跟很多的歌迷朋友们见面。还有一点，你在内地有很多男士都把你当作梦中情人呀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有当我是你的梦中情人吗？有啊，你当然我偶像了。啊，You're so sweet， 谢谢你。今天我睡不着了。可是呢，我觉得在内地，我看到更多的美女，好像今天台下，哎，美女啊，那个也是美女啊，这边好多都是美女啊，你说对不对？对啊。对哈。今天来的都是帅哥美女。对，绝对是。啊。不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非常重要的这个奖，就是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入围名单，好吗？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入围名单，内地部分：朴树、孙楠、吴彦斌、杨坤、沙宝亮。你们觉得是谁获得内地最受欢迎男歌手？胡彦斌，有请胡彦斌。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，因为出道没有多久，你会觉得说三年的时间，然后就可以得到那么多那么多的媒体，还有所有朋友的认可，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。然后有很多感谢的话要讲，然后谢谢黄伟京，谢谢周颖莹、陈九，然后谢谢王丽。谢谢张毅，谢谢董妍妍，谢谢张金玲，这些都是我的工作人员，他们一直帮我，然后到现在为止，我觉得真的要谢谢他们。今天拿到这个奖真的很开心，这是我出乎意料之外的，谢谢谢谢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不如看一下，现在这个就是港台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入名单到底是谁呢？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入围名单，港台地区：周杰伦、张学友、潘玮柏、刘德华、阿杜，你们觉得是谁呢？来，全场的这个荧光棒一起来站着，你觉得是谁呀？ Are you ready? Our favorite male artist of the year, 周杰伦。再次谢谢全龙 V， 谢谢所有歌迷朋友，谢谢 SMG， 谢谢 CCTV， 然后很重要的是，现在的年轻朋友都很喜欢听音乐，但是就是我爸妈常跟我讲，不要忽略你的功课，好好用功读书，好好听周杰伦的音乐，谢谢。